我会不会经验太硬？蹲着十，小蹲着，小骚，骚骚骚，啪叽啊啪，蹲着，想我了吗？蹲着。志明在沙发上帮我跳舞，坐这儿。Just it， 我们今天做什么？我们今天做三杯鸡吧。啊、好吧，好吧，可以了。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，或者把那个鱼的嘴扒开，然后咬住。真的可以？鱼想吃苹果吗？鱼想吃苹果，你想吃？可以。鸡蛋也放进去里面。把鱼头放在鸡蛋里面。哎、嗯，可以吗？我觉得。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，就是挺有趣的，是挺有趣的，真的可以试一下。我觉得，嗯，你在想什么？我现在就是在想，等一下到底该做什么。我其实非常头痛哦，因为只有三样，而且这三样，因为苹果的出现，所以又嘎不起来，嘎不起来。何哥，你相信我，我们默契，待会儿在那肯定。哎，你们可以做炸苹果啊！你不是要做？原本想做。那我觉得呢？那为什么不做嘞？我真的想做炸苹果。炸苹果我觉得可以啊，我觉得应该很好吃。就做炸苹果好不好？进，可以。然后剩下的青椒跟蛋来做结合，就是要炒蛋。然后结果后来青椒跟鸡蛋都拿去炸，全部炸。哎、欸，可以耶，可以炸一个炸拼盘。哦，可以哦。哎、欸，炸鸡蛋很好吃哎。对呀、啊。哦，可以哦。啊，鸡蛋要怎样炸？我们是要让它变成先水煮还是先怎样？先水煮啊，对啊，先水煮。还是我们就做恶魔蛋？可以啊，没有问题。恶魔蛋不能共享那个经营秘密。对，经营秘密。还做？看这个姐姐，她一直记着我做那个鸡翅没有炸熟的那个。我那时候让我炸，你不会听。那时候火太大了，没有办法，人太多了。不，今天我们你们那时候就没有人愿意去弄果汁。是没有人愿意去，因为太远了。都说了不要弄果汁了，因为果汁很麻烦，不是果汁的工作比较那个，还要切水果。那时候就是小鬼来那一次你不在，就很可怕。他就火开很大，哎，很可怕，火开很大。好，我现在对待会要做的菜充满想象，我现在必须赶快去，走吧，走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蹲着一走做菜喽。然后早餐已经吃完了。Justin 哦，谢谢 bro。Justin， 等一下，我们